很没有良心哎。请订阅我们。哎呀，手环要赶快戴。我是奎丁，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就是来兑现没有破500万订阅的承诺，就是来替阿波的疼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呢？可以看一下这支影片。在五月初的时候，我们定了一个挑战，我们要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达到500万订阅，并且有6支影片，一支是破百万的。个人觉得我跟宇谦那支影片蛮有希望的了，可是。不好意思，这样也只有达前两个标，6支影片跟百万观看，50万订阅，目前为止不可能啦！给你们看一下我目前订阅数多少，即时流量观看408000。月初的时候我的订阅是39.4万，我现在是40.8万，在这一个月我成长了14000人，感谢新的14000人。现在是5月28号，其实距离我们结算的时间呢还有3天，应该也不可能在短短3天内暴涨到50万订阅。啊，替不早替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。那我们现在就等阿波来吧。哎，想怎样？拍片啊！这样拍片啊？对。这拍什么？先用吹个头发好不好？我现在头超湿。不用吹了，为什么？今天要拍的就是剃头。今天要拍剃头？不用吹了啦。今天28号哎、欸。对啊。不是还有3天吗？你觉得还有机会吗？有吧。可以拼一下吧。我们还差9.2万。可以啦，你现在这不是不错，暴冲9.2万哦，3天哦，对啊，依照我过往的判断是不太可能啦。追明空那只300万观看，你就增4万，不用吹了，真的不用吹了，你这东西去收一收就可以了。卡斯，你的时间到了。噔噔噔噔，哇哇哇！恭喜获得剃头刀一支，还是用过的，给我用这两把先清洁一下。代表就是可以替有试用过，这个上一根使用过的，他应该没有替其他地方吧？不要问，反正替就对了哈。我已经搜寻好附近所有的百元理发，听说两个美女，好爽，所以我们不用自己替。当然是要啊，你说什么废话？自己替，我要来过场。走喽，我们先替。你现在路边就要直接替了，是？这个怎么用？你教我一下。就这样子是吗？这一面吗？对，哦，这个录下去我头皮就不见了。呀，那壶剃刀杀人魔，我要那个地狱人称49。呀不，我要剃你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剃完再过去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是边走边走边剃是不是。没有边走，是只是玩、哦、玩而已，就是走。白头发这里，而且还有自然卷，你觉得这边要剃吗？留这一块下来。你们好狠毒、哦！你是视觉总监吗？我现在到底长怎样？你们不要笑。阿妈说好啦。姐姐，你看，帅哦，帅不帅？帅。那这样要抓头发也很方便。不是我这样往后梳，我就摸到前面这一撮。来，看，还要剃头。把烦恼丝都扫光，再也没有烦恼了。去去，我在收金子。不要制造我的垃圾，可以吗？到了百元理发厅，好，那我们直接走吧。然后刚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里剃剃发多少？100块啊。那你先自己帮他剃一下，你家可以帮我看一下他那个姿势的话，可能稍微打怎么样啊？打怎样的？打到骨折吗？哇哇！这里这边好吗？哇！哇！你们真的很没有良心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好快哦！阿婆剃掉了，还有鬓角是不是？你看到对象看一下啊，哪里伸出来？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哎、欸、可以可以，没感觉，哎、欸，没有感觉，哎呦，好像可以哦。你不是说你很期待有那种帽子边缘有脏辫的那种？我不要，剃掉，剃掉，好丑，好酷啊！好了，我不能直视，我还是看一下镜子哦。这跟这个好像不太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是刮了很久。你说你要在头上要刺青，所以我错了。
你以后会改进，你会好好的，好好做人。以后要不要好好剪片啦？要。啊，你刚说不要，我说要，我经不起这样第二次的打击。你感觉还好吗？你说生理还是心理上？你目前生理感觉还好吗？生理还好啊，那心理呢？不太好。所以你明天就不来了吗？我考虑一下啦。你跟我讲过，你是绝对不会离职的。我是不会离职的，但我可以留职停薪。那我可以在家十元帮我洗个头吗？可以可以 ，OK， 谢谢。看一下他洗头怎么洗。哦，有点舒服。哦、啊，真的还是有东西可以出。怎么样？怎么了？光头不能洗头吗？少数可能。他们洗头真的十块。对，因为你也真的不知道洗什么。就是冲冲水咯。谢谢。谢谢。OK， 那我们直接出发下一站 ，Go。现在来到了刺青店，大家以为我们真的要发刺青，还一抱持着想要刺青的决心了。在群组讲到什么，他刺的牺牲很大，头皮都过敏，对整个红肿的画面什么的，于心不忍。这刺下去一辈子的，我怎么可能让他真的这样刺下去呢？尴尬哎，他就会像块猪。是我朋友，叫做拜尔，拜拜尔，拜什么？刺多久？我刺大概六年。哇、wow, 哦，吃很久哎！如果真的吃他头菜，就觉得蛮狠的。假如你的老板这样对你，你会怎样？我应该会跟他翻脸。那我花赌十万，那我可以之后再盖图。先刺了之后再把盖涂上去、对啊。那你小聪明哎！我们等一下用这罐果胶，可以维持多久？一周了，涂在头皮上面，过一阵子之后它就浮出颜色。骗他，然后把它刺青，就是你 OK 吗？OK 啊，准备好了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快乐的感觉了。你就把快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之上。这就是我们不变的。我可以看吗？啊，看什么？啊，看你们在干嘛？我有点害怕。没事啊，我都剃成这样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吗？哪里啊？九十度鞠躬的时候，人家可以耍到我。自己讲出自己的需求。哦、现在在涂什么？如果跟你说是麻药，你信吗？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信。这哪一个是正面啊？还是没差？这没差，反正他的头又不是我头。这是可以，这是可以扫的，扫开来是这个。这是我的频道，没有错。你就安心的睡你的觉吧，反正你舒服醒来的那一刻就好了。我们要上麻药了。你有敷过麻药吗？我没有敷过铅，我没有敷过麻药。那你今天第一次体验。敷麻药会痛吗？就是你现在的感觉。就是涂东西到头上这样。好，那你要等一下，我们麻药等一下。所以我等一下就不会痛，对。等一下就不会痛。好，那就好。哦，你要把它敷着。这样会让它比较快吸收。快哦。哎，敷完麻药要等30到40分钟。他们现在等待了。哦，我觉得刚刚那个麻药应该还没有发挥作用。我们让它敷好了。哎、欸，他睡着了。谢了，帮我买了，等一下开始了。上班三个月以前最糗的一天，工作就是躺着。好，哦，好大声！你会不会职业伤害啊？不会啊，不要拿。你不要剁我的头。来了。天哪，真的很猛哎！哦，你用踩的。对啊，是下面这个是开关。哦。准备哦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嗯、哦，不要动，我、欸、你不要推我，啥感觉啊？我现在是没有啊。好，要来了，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刚刚剁我的头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有敷到的地方会有感觉，没有敷。会啊会啊。我当然会、啊。不好意思，这很夸张哎，这个声音很疗愈哎。好像前几天才听过而已。不错哦，不错哦，有点样子出来了，紧张吗？蛮紧张的。OK， 好了，怎么样？嗯，还行吗？嗯，如何？安强呗。等他一下，哦、就是让呼吸口啊，伤口呼吸一下这样。你现在有感觉痛痛的吗？我现在没什么感觉。你技术好，很漂亮哎、欸，完全美到爆，神之刺青手。好了，你可以起来了，睡饱了吧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游街示众。他当初信誓旦旦的说，我就要一个。
阅我，请订阅我，对不对？请订阅我。你知道我们现在录什么计划吗？你拿出你的手机，让你知道我们拍什么计划。这第一组享受到这个待遇的人，那希望你们以后可以多多支持我。啊，只要记得订阅我哈，请订阅。你有印象这部片吗？他刚刚才订阅我的。推广的作用就是现在，好吗？记得帮我打开小铃铛。拜拜拜拜吧。认错谁吗？不一定。你有看我之前有一部影片吗？在五月初的时候发的。我只有看喝酒。我已经拍了。来来来，扫一下扫一下，希望你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频道。找到吗？真的假的？请订阅我们。成功。哎，有了，我有了。我没有，直接把帽子给我，直接好帅啊！哇！为什么？帽子叫你换手机不换？耶！拜拜！拜拜！拜拜！要不要来扫啊？我感觉很像一个羞辱人的感觉，要不要来羞辱他？那女朋友在这，他说赞，那就代表 OK 了嘛，没问题嘛。你妈会不会生气啊？叫你妈不要看，那是自己片。不好意思，你好，拿出你的手机，打开你的相机。你看一下后面，你看一下后面。这还不叫游街示众？不会啦，不会，就像街头艺人，你可以放箱子，我们还可以赚点钱的。好了，他准备好了，来，请订阅我们。直接这样扫，你帮我扫一下。哎呦，扫完要赶快带，很多人在看。好像没有 ，Sorry。你的用处就是在这时候，好吗？谢谢你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月一号那支影片，你到时候去看就知道为什么它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再找两组就好了嘛。没有没有，通常都要多录，这样才有素材。哎呀，有人自来了。通常这种叫自来案，不算的。那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吗？来来来来来，好，你帮我看一下相机。请订阅我。请订阅我。小铃铛有开？有。你好棒。谢谢你，我会陪你啊，我们会冲撞各个街头艺人。不要这样了，人家也是糊口饭吃。我们现在在糊口饭吃，这口饭真不好吃。嗨，你好，相机可以扫 QR code 吗？可以，我可能需要你帮我扫一下 QR code 的。请订阅我们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很缺订阅。啊，请看一下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订阅我。下一位，贵宾。嗨，你几岁？十六。十六岁 OK 啦，成年了。那打开你的手机吧。你有看过五月一号那支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再见。好紧张哦，来来来，拿阿图的剪辑师。是剪辑师阿波，请订阅我们。来，请记得订阅我们。大家快来试试看，扫 QR code 来来来，前后。他扫出来了，为什么我没有？用啦，用你还是有用的。有没有订阅？有没有订阅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订阅啊！等我再脏，我再脏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帽子啊。没有啊。你要把帽子还我，我现在头很凉。头凉很好，听起来很热，我背都汗。不，我快热死了。好感冒。你去找他。我要 pass 给别人了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啦，真的没有，在我这，你不觉得我长得跟他蛮像的吗？那你觉得？错边啊，错边是。红爆感的刺青没有。你现在换了新造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刺青蛮帅的，但是在头顶，而且是刺 QR code， 没那么帅。下次要怎么说？不是换我了吧？我已经赌完了、啊。你不继续争取你的笔电吗？那等我头发长回来再说喽。下一次应该换卡斯了吧？我们轮流，好不好？轮流。我其实觉得这个造型蛮好看，蛮适合你的。我是觉得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，就是大家以后讲话不要讲那么满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诚恳的道歉。生日快乐啦！生日就是刚好这样做纪念，惨痛的纪念。你根本没有痛好吗？哦对，敷麻药没有痛。做任何事之前要三思而后行。没错，身体一把骨受之苦。妈，不要看，赶快关掉。你妈看到这时候已经快解释我。我妈看到这时候应该也打给我吧。小伟，别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追踪我，订阅。我们下支影片见。拜拜。